後面高啲。手機位置。阿威仔呢度，唔該。呢邊。好似係即係自己對自己有個交代，因為我成日都會覺得，其實你做咁多年嘅努力，你做咁多嘢，或者一個人，你平時待人接物做嘢，你唔係要對其他人交代嘛？其實係對自己有個交代。咁突然間嗰刻就會覺得，哇！你死四十一年，總算都可以話係對自己有個交代。我咪就係突然之間覺得咁咯，同埋佢哋全部，企曬起身，全場嗰、那個，因為其實開頭李安講嗰陣時咧，因為嗰啲嘢喺現場，我自己做嘢咧，我自己冇意識到我係點噶，即係我經過佢講，我原來你係咁樣覺得我喺現場係咁嘅，咁嗰度我已經即係佢已經喺度，我其實已經係少少嘅，咁啊上到台，因為嗰啲人都係嗰度嗰啲電影人啦。因為嗰日除咗我頒獎之後，仲係一個前嗰個法國總統夫人拍咗個紀錄片，係講因為今年係威尼斯80年啊嘛，咁所以我之後就放嗰個紀錄片，咁所以嚟嘅都全部都係應該係嗰度嘅電影人啊，咁啊全部起曬身鼓掌好耐，跟住我仲叫嚟我哋坐低坐低，係咁所以個感受好唔一樣咯，即係好似係一個。幾十年嘅一個即係對自己一個交代。係咪李安手上攞咗呢個獎，更加令你倍感呢個感動啊？覺得唔係，係好多樣嘢加埋，我覺得唔係淨係一樣嘢，再加埋頭先嗰個。大家讚你係為港爭光啊！其實我覺得即係等於我講嘅已經講曬，即係其實係即係電影唔係一個因嘅嘢嚟嘅，電影係一個 teamwork， 即係一個團體嘅工作。我諗咁多年嚟由我電視台開始，由我俾機會我入去做四三零穿梭機，受好多好嘅導演啟發，有機會拍《新日師兄》啊，我其實杜琪峰導演都啟發我好多嘢。咁唔通佢哋又唔係屬於佢哋嘅咩？咁茶水嗰、那個話服裝嗰又唔係屬於佢嘅咩？所以我覺得其實係一個大家嘅一個成就咗我，不過我好彩行上去攞咁解啫嘛。你話係唔係？係咪就係話你送個獎俾香港電影？我覺得係屬於大家噶嘛，應該係大家一齊去分享，因為係呢幾十年裏面由即係、就是、我82年開始一路做到而家2023年，即、就是、大家一齊合作過嘅人一齊好努力向住一個理想進發，咁今日得到嘅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份嘅。咁頭先喺香港呢個地方攞住個獎，個感受會又好特別啊！有冇好特別啊？因為已經做咗好多日嘢，已經好攰，又啱啱落飛機，又 jet lag 喎。係咪輕鬆好多日？係啊，都冇停過，因為又每日都喺度做嘢，每日都喺度做嘢，加上又我又冇好耐冇見李安啦。咁同埋我下一部電影個導演就特登喺佩達佩斯飛咗落嚟。咁我又同佢傾下劇本啊，係啊，咁李安喺嗰個即係詞度咧，特別提到你眼神嗰樣嘢，你自己覺得點啊？佢話你一個眼神已經勝過我都話我自己唔會意識到自己係點噶咯，係因為你自己係點係？你聽到嗰句係人哋話，唔係你我點知啊？我淨係知道做噶嘛，我係點？咁你講翻自己眼神好厲害啊！佢最殺食啊！我唔會意識到喎，我只係意識到。我做了很多準備，我每一次的角色、每一次的演出，我都是做了很多準備功夫。咁當然內容會很豐富啦。咁你看一本書同100本書梗係唔同噶啦，同埋唔係淨係個眼神嘅，你成個人嗰個信心啊都唔同啦。即係等於我嗰陣時拍《一代宗師》，如果唔係練咗咁多年，
你都冇嗰個信心㗎，即係你冇一種眼神，即係你係經過時間同埋訓練先至係有嗰個信心。咁你覺得金絲獎係咪你真係一直好想攞啊？一個目標。金絲獎其實我同威尼斯電影節嘅關係係由1989年開始嘅，嗰年係第一次侯孝賢導演攞，跟住。我嗰年我冇去到啊，因為我有啲事我去唔到，咁我跟住去就係、是、陳英雄一齊去，咁啊攞，跟住最後一次攞就係我同李安去攞，咁我同李安去攞嗰次就因為好趕啊，因為我哋趕住我哋去威尼斯電影節未等到佢頒獎咧，我同李安同埋湯唯就去咗多倫多國際電影節嗰度做宣傳，咁後屘聽到攞獎咁啊，李安就。回去攞獎，我仲記得嗰一日，我哋喺晏晝食晏，大家一齊咁咪擺咗佢啲金，跟住望到我仲話大家呀，大家呀，大家，跟住我見到哇，係啊，流口水。如果有機會就好啦。咁但係呢啲嘢唔係你想，即係我好彩咯，即係夢想成真喎。係媽媽點樣祝賀你啊？媽咪因為佢年紀大，佢又唔冇 travel 啦，咁我今次翻嚟可能同屋企人食飯。嗯，會點樣 celebration 咁樣樣？唔會點 celebrate， 即係俾咗好多日嚟，好攰啊！香港我諗我都係同屋企人同啲好朋友食飯咁，即係我都唔係中意嗰啲慶祝嗰啲人。唔搞 party 係咪？唔搞啊，搞咗好多日啦。咁下一個目標會唔會奧斯卡？而家反而我拍戲嗰唔係好似以前咁話，即係嗰個諗法唔同咗啊！即係我覺得好似翻去我最初出嚟拍戲嗰個初心咁啊！因為中間我會諗啊，成日諗啊點突破啊，點樣做好啲啊！我覺得而家呢個階段你應該盡量去享受嗰班人一齊嗰個旅程，或者嗰九個月裡面你點樣去準備，點樣去你準備你嘅角色，然後同呢一班人點樣去盡自己最大的能力將那樣東西做好，那個才是最好玩的地方。即是我現在覺得現在 我自己好像我跟著拍的歐洲片，其實我就那個 mindset 跟我以前不同，我以前就會想怎樣突破，現在我覺得那樣東西你不用特意故意去想，即是 你只要做好前面那些，那你自不然出來的效果就是一個好的效果。即做得好自然會有啊，這獎不是個獎，而是那套戲的那個質素。即如果你想你不需要說我就是不是為了獎，不是為了，是的，就是不是為了，是你真的大家一起想去現做好件事的時候，他自不然就會好的。如果大家沒有那個心的時候，你就說啊，我想做好，我不覺得明年三月我要去德國，去德國好戲就會應承。是不是要問你太太經理啊？其實現在主要都是即是看是不是真的會中意咯，同埋其實我覺得而家我呢個階段，我成日覺得開心最重要咯。即係你拍一個戲係同一班人，你覺得開心嘅，咁啊其實緊要過你俾好多錢我喎。好多錢我，但係嗰段時間我唔開心嘅。因為公開多謝你太太嘅，即係好支持你，俾咗好多鼓勵。咁的而且確係喺咁多年係一直默默咁支持同埋鼓勵啊嘛。咁所以好似從來都冇多謝過佢，係咪應該都係趁住呢個終身成就獎講一講？係咪就放手俾你做自己中意做嘅事情啊？都係㗎，因為到最後都要我決定，因為嗰、那個始終嗰個戲係我去拍㗎嘛，即係唔係佢去拍㗎嘛。咁所以到最後都係我認為，咦？呢、這個我都真係好中意喎，即係等於我接點解我會接呢個歐洲戲係第一，我亞洲電影拍咗過好多啦，中港台荷里活電影又拍過啦，歐洲片我真係未拍過。但係我咁啱有一個導演，佢係特登為我寫咗個角色，咁我睇完佢嘅作品，我睇完佢嘅作品之後，我覺得哇，佢都屬於係一個好優秀嘅導演嚟。咁點解拍咗？咁同埋我同佢做咗幾次嘅Zoom 啦，因為佢喺布達佩斯。咁我同佢做 Zoom， 我就覺得感覺到呢個人你可以，即係你覺得佢係一個可以信任嘅人，同埋你會覺得佢係真係好有修養，但係好謙虛。即係等於我上一次接上戲都係因為我同嗰個導演做 Zoom 咧，我感覺到呢個人好真誠，同埋我覺得係好可靠。
咁今次其實都係因為咁，咁我覺得好啊，大家試下。咁同埋即係又試下做啲唔同嘅嘢咯。今次可能學術性就會比較強啲。咁啊嚇，我做一個腦神經科學家，咁所以而家我喺香港，其實我兩個月前已經喺香港。不同的大學已經找了那些腦神經專家、我做 research 啊，咁同埋要看一紮書啊，因為係講我德國請到去教講學的、所以基本知識你都要有，所以點解？所以點解？因為你要講課啊嘛，講課你真的要明啊、所以點解我今次啊計劃用八個月去準備呢個角色？我一日睇。差不多四個至六個鐘頭書嘅而家，日日都，因為你我又唔係嗰啲即係專業嘅人啦，咁變咗好多時候我會睇得慢啲咯，咁睇唔明，好彩就我好多謝香港幾間大學嗰啲腦神經科學家同埋腦科專家好支持我啦，咁好多時候佢話如果你睇唔明，你話俾我哋聽去解釋。阿偉真係咪特登去見趁空見歪文？唔係啊，咁啱，因為我哋去咗英國停，因為冇直飛噶嘛，咁佢停咗喺度，咁咁啱有啲 common friends， 大家請食飯，又係真係慶祝啦，咁咁。唱歌啊！你個鼻環開始唱歌啊！咁型。鬼有人聽咩？有，我等住聽啊！喺度彈，我知道彈。好啊。拍過 MV 嘅 New Jeans 拍過 MV 嘅。咩話 ？New Jeans 啊，嗰個韓國女團。你問我演做過？點解肯幫佢拍嗰個 MV？ 因為咧係嗰個 New Jeans 嗰個唱片公司嘅老闆咧，就咁啱識得一個咧，我識咗幾十年嘅韓國朋友。咁佢就 through 我嗰個韓國朋友咧，就揾我。咁我識咗呢個韓國朋友好多年㗎啦，佢係1997年係我翻譯嚟嘅。咁佢啊～佢一路都有我去韓國，佢一路譬如我做宣傳都係佢幫我做翻譯嘅。咁我就話你send 個古仔嚟睇下啦，因為我唔知佢想拍咩嘛。咁我就 send 個storyboard 嚟睇下，同埋 send 只歌嚟聽下。咁佢又唔係佔用我好多時間。咁我話如果你可以。滿足我三個條件，我咪拍咯。三個條件，就係、是、一就係我，如果我喺邊，你就喺邊度拍。二就係、是、我個造型你唔可以管，即、就、係、是、我自己想。咁因為係我創作噶嘛，嗰個角色，咁我當然有我自己嘅諗法啦。三就係、是、我就得兩個鐘啫，但係因為佢基本上佢成個 MV 喺西班牙拍咗噶啦，佢係剩得我嗰一 part。少少係六報警嚟嘅，咁嗰陣時我喺東京，咁所以佢哋飛咗去東京，咁揾六報警，咁咪兩，因為我得幾廿秒啫嘛，咁所以啊，就係咁咯。有冇做咗 fans 啊？有冇做咗咩 fans？New Jeans 嘅 fans。New Jeans 好似佢哋係我 fans 嚟嘅。